我跟你是不可能的。 张子怡更有气质，更漂亮。怎么我们家的男人就是喜欢上你们家的女人呢？哎，李成哥，刚才你在外面有没有看到我请来的广告摄影队？下个礼拜电视就可以播了。哦，还有，我在芙蓉已经找到工厂了，有空一起去看看。这么快啊？你效率这么高？当然，这次的成功来得不容易，不拼怎么行？那说好了，你一定要当我姐夫，来。 要死了，乱说话！妹子，你跑去哪里了？你自己知道心脏不好还乱跑？我去买花呀。我记得你在韩国的时候，你说过你最喜欢郁金香，可是这里附近都找不到。 不要，为什么花都不要？从这以后，你不要让我担心你，可以吗？我嫁给你，我嫁给你，没有花我也嫁给你啊！李晨，李晨。 久，为什么你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呢？其实我一直都在你身边。真的吗？我看到你这么难过，我舍不得走。是我害了你。这一切都是意外，你不要再责怪自己了，好吗？薇兰，我能够成为你的丈夫。 我这一生已经过得很美满了，我一点遗憾都没有。可是，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活下去，所以我放心不下，我不能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你要去哪里啊？让我跟你一起去好吗？你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你不能走，答应我。 好好的度过你的人生，好好的活下去，不要让我带着牵挂离开你，好吗？